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中国研究院节目。这个节目的两位嘉宾呢，是我们观众熟悉的陈小龙博士和张群先生，请我们导播先将两位嘉宾请进来。陈博士好张先生你好。好，小兵博士好，小东博士好，大家好。大家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关注中共中央啊。这个党校两位教授啊，关于这个对中共共产党的这个治理模式的一个分析、讨论和批评，为什么要来谈这个事情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蔡霞教授写了一篇关于他个人在中共党内的这个认识的这个改变的一个过程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记录啊。那么这边提到就是江泽民时期的党内民主正是因为党内民主的存在，让他对共产党呢又萌生了某种希望本来这个希望已经没有了，但是又萌生了某种希望这是这个提到的这个党内民主的问题。那么这个党内民主呢，到了习近平先生的时期呢，就是进入了消亡时刻这时候呢。中国一家官媒接受了这个中共中央党校这个前教授前不是教授，但是前这个党建教研室的主任王长江先生的一个采访他呢就对这个党内民主的消失表现出了一个担忧那么在这个对中共的党内的这个民主的消失表示担忧的时候呢，他里面提到了这个在习近平上台时期，中共党内治理模式里面存在的这个九荣治水的这个模式的问题他说到他各异分散，这个乱出乱政这个但是呢，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呢，他采用了这个小组模式来取代这个九荣治水模式。那么现在这个小组模式呢，他说犹如一个恐龙模式这个恐龙模式呢，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决策。都集中到一个人的手上，但是由于这个龙它太长了那实际上这个最后出现了政治上的这个不作为这个不作为的一个现象，在某一上也在批评中共党内民主消失之后带来的新的问题，所以我想请两位这个先生来评论评论这两位教授对中共党内民主和中共的这个治理模式的一个分析我先请小龙来谈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倒是专门琢磨过这个事儿，就是以前在这个民进的这个，我有个专门系列叫《中国的改革的陷阱与困境》，那个系列里面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呢觉得说，这个看中共高层的决策机制还有权力架构究竟是什么样的，还有他能不能够保存所谓的党内民主，也就是集体领导，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对这个问题啊。分析共产党政权的历史规律，最好是要有三种眼光。第一种呢是历史的眼光，就是你别看一个人的那一个短短的历史事件，习近平时代或者江泽民时代之类的，你要看整个共产党政权的，尤其是建立政权之后的整个历史。一个是历史眼光，第二个是国际的眼光。你不要只看一个共产党政权，然后就以为说这个共产党政权的事儿就都是规律了。你得有国际比较，要比较各个红色政权的特点，才能从国际比较当中的总结出规律来。因为比较才能出规律。如果只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它历史上发生的事儿，很可能都被看成是孤立的、偶然的，一个人的这个随意的决策导致的后果。实际上，如果你去做国际比较，你会发现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同样的别的国家，一模一样。那时候你就知道了，这叫规律。那么第三个眼光是客观的眼光，就是我和王长江看法不同，因为我是从第三者的观察角度去看的，不是从个人好恶去判断。就你把个人好恶加进去，我希望党内民主，不希望党内独裁的，你就看不到规律了。那么，究竟在共产党国家，这个最高领导人专制、专断的这种集权主义国家，高层决策机制还有这个权力架构的演变有没有规律？
我曾经总结的规律，我把它叫钟摆规律。我记得小平我们在民进编辑部里讨论过。我也喜欢用钟摆规律这个词来形容美国的这个制度的一些弹性和感性。啊，那我还没有，我也没你这个能力。我只分析共产党国家的。那么我总结的就是共产党国家它这个领导模式是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摆动的。嗯，来回的摆。嗯，这个摆动不是随意的。嗯，它有明显的规律。所以我下面这个稍微花点时间介绍一下，就是一般呢共产党国家从集体领导到个人威权中间来回的摆动啊，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共产党建政初期全都是集体领导，苏联的列宁时代，中共五十年代初期都是。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不能容忍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然后一定会清洗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还有这就成为常态。那么最后呢，最高领导人有没有足够的威权取决于他对军队和情报部门的绝对控制，另外还需要推动个人崇拜。那么在这个我们看到的斯大林和老毛时代，这都是这样，他们的个人威权就这么巩固的。个人威权一巩固，集体领导就取消了，也就是从这个钟摆从一开始的集体领导摆到了个人威权。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个人威权的领导人早晚要死啊，那么死了以后通常会回到集体领导。所以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回到了集体领导，然后从中共也是，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也是回到了集体领导。那么基本上这个时候钟摆摆回来了，摆到集体领导。那么我觉得王长江没看到的就是还有第四个版，第四个阶段他会重建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威，个人威权又摆回去了。这个也不是中共一党的现象，苏共一模一样。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来回的摆动？我觉得它和统治需要是有密切关系的，不是个人好恶那么简单。首先呢，就是从第一次转变从集体领导到个人独裁，以苏联和中共的例子来讲，都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急着搞工业化，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就需要最大限度的集中资源，同时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压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老百姓请愿的官员。那么像彭德怀，因为老毛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然后他提了点意见，老毛就把他打下去了，不同任何这个任何的不同声音必须消灭。所以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这种统治模式，因此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对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来讲，其实这是他政治压力最大但是统治的经济成本最低的时候。这种统治模式可以做到一点，老百姓哪怕就喝一口糊糊都在喊毛主席万岁，喊斯大林万岁。那么这是从集体领导到个人独裁的过程中，老百姓是被逼着喊万岁，然后逼着过苦日子的。然后第二个阶段为什么又摆回到集体领导，那就是个人独裁在这个独裁者死掉以后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他一定会出现权力真空，因为接班人是不见得能够有效的把原来那个独裁系统里听命于前独裁者的那套监控机器完全掌控起来。另外呢，新的接班人，你像华国锋也好，是赫鲁晓夫也好，都没有办法在这个老毛和斯大林死了之后建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建不起来了，因为你的那同僚谁也不觉得你该崇拜你啊。更危险的就是死去的最高统治者原来信任的那些僚属手里都有很多权力，夺不走，所以这个新的领袖呢，只能向这些原来的老领袖的下属和他同样地位的人彼此协商，然后互相捏着把柄，然后搞一个平衡，高层政治平衡。因为你不平衡就会发生政变，苏联在这个斯大林死后多次有过类似的情况，这个反党集团那个反党集团，那么中共也一样，华国锋打抓四人帮不就是政变吗？然后后来又把华国锋干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最后是会出来一种这个高层的领导群体分享权力，
特别呢，他也会平反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那么如果是从这个单纯的政治角度看，在这个阶段，就是从个人威权向这个集体领导转变，就是王长江讲的所谓党内民主，其实就是集体领导，党内没什么民主的。这个，所以我是不同意王长江的用党内民主这个概念，因为我是亲眼见过人大常委会在法律上，在中共的宪法里的叫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我就在那个办公楼里的工作，我每天看得清清楚楚，那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没有任何最高权力。这个彭真是委员长，但他小心翼翼的听着秘书长的，因为秘书长代表小平同志。还有我跟我同一个部门的是邓小平的女儿萧荣，他还有监控彭真的义务责任，所以彭真是小心翼翼的。哪里是什么最高权力机关？他是属于二级权力机关，最高权力机关在中南海，在南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所谓的党内民主，集体领导仍然是集体独裁，从个人独裁变成集体独裁而已。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刚才讲这个集体独裁是什么结果呢？就是他是花钱买政治案例，包括像江湖时代允许官员腐败来换取官员效忠，这种局面表面上看是可以长期稳定下去的，但这种局面能不能够长期稳定取决于经济条件，就是花钱买稳定必然的耗尽当局手头掌握的资源，这个在苏联能看到，勃列涅夫时代就是把苏联的经济资源耗差不多了，那么实际上江湖时代也把中国的经济资源快耗差不多，都跑美国来了，跑瑞士去了，这个就是这一点上王长江讲的不错，就九龙治水有出很多问题，但是他不能讲到点子上，点子这个关键点就是高成本统治模式，就是说对当局来讲，这种集体领导一定导致就像个大酒桶，全是窟窿，那水不停的往下漏，那窟窿里的那个蛀虫当然肥了，但是对政权而言，这个他能控制的资源是越来越少，漏的光光的，所以这个。这是基金呢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第一抵制改革。赵紫阳胡赵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是面临党内有强大的反改革势力。第二个就是积极领导会阻止反腐败。因为这个掌权的利益集团都参与了腐败。然后为什么会出现钟摆规律再向个人集权转移，戈尔巴乔夫是因为推动政治改革受阻。他就想改变领导模式，然后就实行了总统制，集大权于一身。所以不能说中共这个回到个人集权是独一无二的。1983年戈尔巴乔夫就开始试行了。40年前苏联苏共就做过的事儿，中共现在40年后重复了。习近平也走的是集个人集大权一身。那么从这个现象来理解，中共目前回到个人集权根本就不奇怪。那么回到个人集权以后结局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再谈吧，我已经谈够长了。好，谢谢这个陈小龙先生的这个概念解读、方法论的解读和原理的解读，就把王长江教授提出的问题啊一下子就给扩充了啊，角度就多起来了啊。那么张行先生啊，听听您的看法。嗯，那个我是基本上非常同意的。我补充一下，就刚才小龙先生讲的呢，就是，这个钟摆这是绝对正确的，而且这是个真理。他在这种权力是绝对的权力存在情况下，他只能钟摆。但我补充一个是什么呢？就刚才小龙先生讲的，就是当一个有绝对权力的个人独裁他去世了以后。那么后边他没办法建立个人威信。我补充的是说啊，他们如果更积极主动看他们的策略的话，他们会用一种他们怎么去建立自己的威信呢？他们利用恰恰前面独裁造成的问题，他说我来解决问题来建立威信。比如说毛泽东时代产生的问题就是他个人专制嘛，
结果造成他不，就是如果从党内的角度讲，就是他不听党内的其他同志的意见，对吧？他自己呢就做了犯了很多错误。那邓小平他就有意，他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他是一种主动性，采取一种强调集体领导，这样增加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是吧？那集体领导谁是头儿，他是头儿，所有就刚才那个小农先生讲，都是那这还是由他来控制。但是呢，他用这个作为一个营销的卖点一样，他说我强调集体领导，那就是为了解决锚存在的问题，大家都能看得见，显而易见的表面上一个锚存在的问题，来增加他的统治。所以呢，这是集体领导开始。就中外摆的集体领导，那么接下来呢，江泽民执政就是九龙之耻产生的腐败，对不对？那胡锦涛是消费潮水，他知道自己地位，那这样的话呢，延续这种集体领导产生的什么呢？就是说，从这个党内来看，这个集体领导呢，可能是他们所谓的民主，也就是说，不同的声音开始增多，不同人开始增多呢，让习近平来看，党内这些老同志来看的危险是什么呢？他可能会转向一种失去党的领导，变成一种就我们的红色江山就没了，对吧？那么从党外的人来看呢，就是普通民众或者是那些比如说像马云什么他们这些权力财富增加的人看看，也就是在国外会产生一种中产阶级陷阱，这是一个情况。就是说，当他自己财富增加中，他就要看到政治改革，而对于党外的人看，就是你们怎么还不进行政治改革？所以就这么腐败，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造成什么呢？造成了。习近平上来以后，他用反腐败，他用权力的，我改变九龙治水，我权力集中来彻底根治腐败，他是以这种为卖点来增加他的合法性，他也成功了。所以这就中摆又摆回去了，摆成个人集权了。而这两个人，这个蔡霞也好，王长江也好，他们从个人勇气和他们个人认知是值得佩服，他们就是他们。等于说，从这种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这个党领导走出来了，但是他们的认知呢是非常可怜的，就他没有他这个，因为现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公知对民主的概念认识有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们以为民主能解决问题，所以党内民主那是民主的全国民主的一个必然的一步，但他忽略了什么呢？忽略就是说，这个民主它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形式。对吧？那么在西方来讲呢，它是一个过程。在西方这个基督教社会呢，它的这个就是上层的权力始终是被牢牢的限制住的。大宪章那个它的你可以看到什么呢？早在这个13世纪，它就1215年的时候，甚至包括最早的时候的罗马的当时那个就是那个那个这个帖塞罗尼迦惨案，对吧？那个。就是狄奥西斯那个皇帝杀了6000人，结果安波罗修作为这个主教就斥责他，就说明什么？当时因为有这个神权在，王权永远服从神权，那么这样逐步转变成共和，就是这个共和到民主，那么最后就是说，他因为他权力始终得到限制，只是这个权力限制通过什么手段来实行的，但是呢？中国不一样，中国它权力直接绝对的，所以造成什么所谓党内民主，其实是跟以前的谏官，就跟那个魏征对唐太宗是一个道理，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权力限制，我权力给不给你，让不让你有不同声音，还是我皇帝的恩赐，所以这种情况呢，永远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们跳不出这个圈子，那么他对这民主的理解呢，就变得非常的天真幼稚，这种情况下呢，才会产生他们一个错觉，所以就是这个情况。这个小龙呢，你刚才说了，你不赞成使用党内民主这个概念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集体领导就是集体独裁。那从这个张群先生呢，也对这个中共党内民主啊，对权力的制约啊，进行了一种解读啊。实际上，他认为这个西方的这个对权力的制约呢，有一种更高法的这个概念啊，就是说王权之上。还有一个制约王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法啊，那么刚才讲的，它有宗教的因素在里头，所以我想请问，就是说你从抽象意义上看啊，你认不认为存在这个所谓的党内民主的啊这么一个概念？其实刚才张巡的话已经点到这个意思了。所谓的民主的含义就是民众能够一定程度上做主。那么这次美国大选面临的问题，也再次凸显了民主可能发生的被劫持的问题。那么，
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其实是个非常古老的问题 ，rule of law 和 rule by law， 就是这个以法治国，这个治字在中文里头是统治的治还是制度的治，那是两回事，彻底的两回事。这小平你很清楚，你学宪法的。这个我是想说啊，这个在共产党国家或者专制国家，它永远不能实现那个以法统治的治。我记得1985年的时候，在人大常委会，当时有委员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以法治国，那么党受不受这个治？这其实就是民主问题，就是党在法内还是党在法外？当时彭真傻傻的、认真的他，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也参加了研究，我还写了点东西。那会儿蔡定健还没去，这个当时我们的结论就是，如果党要是真的受法律的制，就受制于法律，法律凌驾于党之上，那人大常委会才能成为国家真正的权力机关。那么当时那个状态当然不是。是假的，这个橡皮图章。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想通过扩大人大常委会的这个法律上的权力来提升它的作用，然后用这种角度去这个争取让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以法治国把党给囊括进去一块儿。那小三上位，你的方案是什么？就让小三儿上位啊，嗯，你这话太对了，我觉得就这意思，你们就是搞这个方案，我知道，嗯嗯。完了以后呢，最后彭真同志傻傻的把这拿到政局常委会去了，嗯，老邓一句话，这个问题不讨论，嗯，就奔回来了。从此以后，彭真同志陷入两难，他既要强调宪法里讲的这个。依法治国，那个治他是用的统治的治啊，但是他又要偷换概念把它变成制度的治，就是有人用法律来统治这个治理，哦，不是治理，是有人用法律来这个制约这个国家，嗯，制约，依法治国用统治的治的含义其实是制约。那么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开会，一个人大常委委员就是也是傻傻的问彭真说，到底这个依法治国那能不能治党啊？彭真当时被憋哪儿了，很久很久哆嗦的嘴唇没说出话来，最后勉强说一句，党是要在法律的规范内行动，但是法立法机构要受党的领导。永远扯不清，然后就这么鬼扯，然后居然这就成了以后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行为准则，就是两句话：党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虚的；下一句，立法机关要受党的领导，这是实的。那么有了这个领导，立法机关自然就不能管党了，也不可能制定任何对党不利的法案。说白了。就小平同志也好，政治局常委会也好，是不能受立法机关约束的，法管不着他们，这就叫做共产党国家的所谓这个法和国的关系。那么有了这个关系以后，你怎么设想会有民主啊？这民就永远是党主啊，或者政治局这个掌握全国的命运啊。这个两组概念啊，这个中国人经常这个有意和无意之中呢，基本上分不清楚。对，一个是法治和法治，一个治理治，一个制度的治，还有一个权力和这个力量的力和那个利益的利啊，这两组概念经常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这个英文里头一个那个后面那一组，一个 rights 一个 power 啊，前面一个 rule of law 一个 rule by law 啊，这个所以我们。如果计较概念的话呢，经常会发生的问题。那么张行先生实际上谈的这个
民主的制约的问题呢，他实际上讲的那个更高法、更高的那个法的那个概念啊，实际上超越了这个制定法的表面上的一个意义。所以说，中国的那个小龙先生谈那个情况呢，实际上连制定法的这个意义上，他能不能凌驾于高于共产党的权威之上，在中国内部也没有形成答案啊，有答案了，不能超越，因为在就是共产党党指导法律制定，就是说党当然不让对他不利的法律制定嘛。因为这个两个背景是完全不同啊。张巡讨论是在制定法意义上的一个更高的一个东西啊，那这是西方的这个自然法的一个传统。那么中国问题是谈的制定法跟共产党的关系的问题上都没有扯清楚，究竟共产党受制于制定法的一个约束，这个都没解决其啊。实最我好，觉得小平啊，我插一句，就是在这个学这个政法还政治法律这个领域的时候，我觉得中共的这个法律啊，更大程度上是律，而不是宪法的法。这宪法没用的。对啊，宪法里头，他按张巡先生说有更高法的含义在里头了，那个那是更没法谈了。所以说，那么彭真呢，那时候呢扯不清楚之后，他实际上就是把党和人民意志、法律揉成一堆啊，说不要去区别他们，他们实际上一体的啊，等于把最后把这个问题给回避了。那么这个问题到了这个后期呢，最有名的一个解读就是谁呢？就是这个原来的中国政法大学的这个校长啊，这个江徐。平他就发明了一个叫"党在法的之上，党在法的其中，党在法的之下"啊，对，啊，到底上还是下呀？这上中么下关键全的一有，个字儿啊，上中下全有，其实他的这不这种发明呢，我觉得他也道出了一个真理，嗯。就是西方的 rule of law，它本身它是有前提的。也就是说，因为我曾经在我的节目中讲过，寻英问道讲过这问题。因为我走西方主要是英美文明，它是一种自然法。自然法，因为它是尊重一个上帝创造的规律。那因此，那个自然法本身，这个自然不是咱们所谓的大自然，是带有神圣性的。只有带有神圣性，大家才能从根本上尊重，才能不至于落入拜偶像的这种地步。否则的话呢？你 rule of law 是不存在的，所以为什么他就说那个党在法之上，法之下？你这个发现，你的法律上面一定要有个东西，有那么一个神圣性。他们试图把共产党就取代他做一个神圣性嘛，否则的话，他这个法他也不存在，本质是一回事。所以这个党内民主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呢，就是说呢，它缺乏这个权力制衡的这个要素，尤其是对最高权力的制衡的这个要素，这是你们这个分析的时候啊，这个比较关注的一哎，小个平，核我心插一问句题。哈，就说，与其说是他缺乏最高权力制衡最高权力要素，不如说什么呢？他需要一个在法之上的最高权力，或者皇权，或者党权，来维护这个法的尊严，这样这个社会才有所谓的王法。就说你或者是用，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西方文明讲的 higher being，就是信上帝，由上帝充当这个法之上的这么一个神圣性，或者你就用人造的王权或党权，否，所以本质上，所以很多你看美国，你看美国的他的一个国父的一些教导、一些思想，它都基于基督教环境下的，没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拿到这边去，你就等于是买椟还珠，你就等于说呢，生吞活剥，最后你的理解就是谬，就是谬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说，那么我们对第三个问题讨论，实际上带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层面上，就小龙先生强调了他的概念的差异和方法论的这个差异啊。最后呢，小龙先生主张从共产党国家的钟摆定律来看待这个集体领导和个人模式之间的这种交替的这个变换啊。那么那个张群先生后来的对这个党内民主的一个批评呢，就把这个讨论呢带入了在这个一个就无论是九轮治水还是小组模式这个治理呢，它中间最缺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对权力的一个制约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因素呢，来自于制定法之外的更高的一个要素。那么这个东西呢，在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中的讨论中是不存在的啊。
所以说，这也是根本的中国治理模式存在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现在这是问题，这个问题是实际上在这个党校教师讨论中没有涉及到，都没有涉及到啊。当然，这是我们要理解，就是在国内的人，还有哪怕这个一段时间内离开中国了，但是他这个就是思维，不光是说思维受到国内环境的限制，他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就是。有些话怎么讲，在国内比较容易得到共鸣。一讲抽象的党内民主，很在国内比较容易得到共鸣，所以很多人觉得就应该党内民主啊，这样也是民主啊。其实，这个王长江的说法是把真民主和这个所谓的老毛50年代初讲的那个党内民主，什么民主党派啊、参政啊，整个给混一块儿。好，这个张先生最后还有补充吗？没有补充了，谢谢。OK，今天呢，生物研究呢还有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跟中国国内的政治有关系我们关注两位中央党校教授一位是这个现在流亡美国的回不了家的蔡霞教授，他最近在美国的这外交事务上有一篇很长的文章讲他的这个政治人生和政治人生的教训。那么里面提到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他本来已经对中共这个丧失了这个信念怀疑他的意识形态呀、价值体系等等。那么因为江泽民的出现，提出三个代表和那个时期的党内民主他好像这种怀疑又动摇了讲到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呢，重点谈到了党内民主对他的这思想过程的这个影响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有党内的民主，所以他在海外考察的那些观念，他觉得是不是真的怀疑是能站得住因为中共搞党内民主，他觉得可能自己那个想法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是这么一个人生阶段那么这个蔡霞呢，目前在海外写了这篇文章。那么我有趣的是发现另外一位中央党校的教授王长江他最近呢接受一个官媒的一个采访他就谈那个党内民主消失的这个隐忧那么这个采访里头呢，还谈到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么就是讲这个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上台以前的政治治理状况是九龙治水那么九龙治水大家都知道政出多门乱作为，那现在呢，他又能形成呢状态呢是一条龙，但是像恐龙那怎么理解呢？这个恐龙呢？他说这个九龙治水是一条太分散现在有点像恐龙，看似一体，但由于决策、执行、监督全在一起线拉得很长，中间环节太多，推动起来其实很难表面上动静很大，实际上不作为这就是对现在这个小组治国和九龙治水的这两种治国模式的一种比较，在某个上也是对现在的这个小组治国模式的一个批评。所以我想请这个政治学者吴强博士呢来分析分析，那么王长江教授这种观察、对比与分析有没有道理？我们今天是谈蔡霞还是谈王长江？这是两个人都有关系，对，他讲的党内民主的，等于蔡霞认为那个时候有党内民主，那么现在党内民主已经没有了，好吧，我们先从蔡霞谈起。蔡霞这篇文章，今天跟我过去对她印象基本上一样的。那么当然很难得，她以这种表露心迹的这种方式来谈。这是中共的一个传统。这个就像瞿秋白哈，瞿秋白当年写《我的自白》一样啊，这个在要被砍头的时候，在要辩解的时候，在被逮捕的时候，无论怎么样，大家都要写一个东西出来，这是很有趣的。那么，蔡霞也是继承这个传统，某种意义上讲是他在写我的自白在写这个意思那么，那未来当然是政治如何走，这是他个人选择。那我相信是很有趣的。但是他把他的心迹表达出来，我有三个印象。第一个印象是带有，第一印象是其实蛮典型的，带有满中国中共一大部分主流的这种中坚力量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路线和思想就是蛮主流的，尤其是
中高层的官僚，尤其是中层的知识分子、中层的官僚相当多啊，这是一个中间力量。第二呢，有很强的三个代表的这种痕迹，就是江系的江的思想的痕迹是很深，怀念。我认为中国其实是在江时代，如果这条路线三个代表走下去，可能往社会民主方向走，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这其实是蔡家的这个问题刚出来，我记得我们的节目就讨论过，他就是我第一印象就是带有很强的江时代的这种色彩在里头，就是有这个二十多年前的这种感受感觉在里头。我记不记得我们讨论第一次讨论他的时候，我当时的印象就是这样，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么蔡霞这么谈，他当时指向习，对习现在的判断。蔡霞的这篇文章其实很多是他过去一些讲话的一些重复，那指这个现在北京政治陷入到一种政治僵尸状态啊，那么讲到各种财不配位、德不配位的一些问题，讲到这种独裁体制，其实跟德不配位、财不配位相比，这种情况下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那么王长江，这是蔡霞的那篇文章的第三点，这都是他过去的一些思想总结。那么某种意义上讲，蔡霞还是在扮演着这个党内的忠诚反对派的角色，而且是代表着90年代自由主义的党内自由主义的一个思想啊。那么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给他这个标签分类要给他分上去，这是很重要。那当然认为现在这条道路走下去实际上是死路一条，实际上指的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王长江的诗刚这篇评论也其实蛮类似的，在因为他从党内民主的角度来谈，王长江很有意思，他也是在中央党校里头是属于党校内部比较边缘化，但是呢在党校外名声是很大的，他写了相当多的书，我自己以前就读过他的东西，就是很欣赏，就是中央党校其实有相当多像王长江、像蔡霞这种相当自由派的人物。蔡霞其实相比之下至少在十年前都不是一个重要的自由派的党校内的自由派的人物，他都不能算，只是过去十年才逐渐的变成一个中央党校内的一个自由派的一个发言人。其实王长江很多思想要比他走得更早，更有改革派的这种学术上的一些分析。80年代在北京参加政治体制改革讨论会的时候就常见到他。对，他实际上是更早，资格更老，他的学术水平更深更厚，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他在党校内其实从八九之后一直是比较边缘化的，上课机会并不多，我们也知道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谈的最多当然是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民主在胡锦涛的任内实际上是某种意义上讲是事实上是做的最好的，就是说我们要比较，我们不是说党内民主有多好，而是在历史上在胡锦涛任内算做最好，因为跟胡锦涛这个人比较弱是有关，就是在一个集体领导，他在他任内真正实现了集体领导，因为他个人很不强势，是一个弱势的总书记。那么无论是九个常委还是七个常委，其实都变成了九龙治水或者七龙治水，变成了江泽民时代闷声大发财时代，到了胡锦涛任内就变成了利益集团分治的一个状态。那这利益集团和党内民主，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就是一方面从上到下，比如说在基层中层的这种党的选举、党代表选举、党这个行政职务、党的职务的这个包括党的职务的这种任命，特别是行政职务的任命上面，其实地方这种党内民主的发扬都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并不是说发扬多好，而是从党的历史上来说，它是最重视这种所谓听取群众意见、开这种群众的这种关于新任命、新的这个比如说院长、校长这个单位的一个一把手的这种民主意见、民主生活，这个形式上是做的最好的。但是另外一头就是利益集团政治，实际上是最膨胀的。所有的行业、公司、产业，不管是小利益集团、小企业、私营的、国企的，最后都要汇聚到
九常委上面，汇聚到七常委上面，就是小小地方的，不论什么产业，不论什么地方，最后都要汇聚到政治局常委上面，都汇聚到政治局上面，然后汇聚到政治局常委上面，那么形成中国的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新的派系政治。这是胡锦涛认为他提党内民主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的胡任内的这种，由于他比较弱，由于他弱所形成的一种利益集团政治。我们知道利益集团政治实际上也是一个庇护政治啊。我们说郑永康是典型的代表，他等于手上就直接抓了石油和公安系统啊，等于是这两大产业最后都向他来造的这两个大产业。那么其他的常委相应的在造的，比如说宣传的，造着整个广电的，整个出版的，整个好莱坞电影啊，手就可以插到那么长，包括互联网的也都能造在里头。那么当然互联网也比较跨，也跟宣传有关，也跟这个工信部也有关。那工信部又最后挂到政局常委里面分管的这个常委身上，他分管工业，分管经济啊，就是弄到总理身上等等等等，最后都汇聚上来。这就是中国在习上任之前他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所以习上台，我过去一直写书写评论就在谈，他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软性政变，把这套利益集团政治给颠覆掉了。尤其是利益集团政治当中做大的，比如说周徐令博集团，那这个周徐令博四个人其实是分别代表的中国这个相应的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派系，军队，这个地方，这个党务，公安，石油，这个老传统能源，那还有红二代，我们说博代表的红二代。那么这个所形成的包括山西的这个令，既代表党务又代表了山西的这种传统的能源。那么习要把它干掉，其实就在推新能源，而且是在这些传统能源价格相对价格较低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这么做。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的这种习的政治是怎么玩的啊？他是在颠覆这套利益集团政治，颠覆他让所有的政局常委要向他述职，向他汇报工作，他等于凌驾在所有的政治局常委之上啊。那么这是他过去八年所做的，也颠覆掉了旧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当然党内民主也就没有了。利益集团政治被颠覆掉了，党内我们看过去八年中国的党内的这种政治越来越强的，实际上在复制中央的模式，就是一把手说了算的模式，越来越强的这种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是一把手负责，都是变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个习体制的一个复制版，所有人都向上负责，而且向上负责都不是以你的江时代胡时代的这种技术官僚的这种遴选方式，这个本来是在邓时代所奠定的，就是逐渐是用所谓的干部年轻化正规化，也就是用技术官僚技术官僚统治来代替党务官僚，代替革命干部的一种方式，在过去在江湖时代已经定型了，但是在习时代又被推翻了，完全是以对他效忠来作为挑选各个产业各个行业各个地方第一把手的唯一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武汉新冠肺炎才会发生，就是忠于他的干部来代替技术专家。这是我们看到过去一年从新冠肺炎到现在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政治效忠也要和治理要相关，我们说国家治理，中国是谈的最多的治国理政，靠什么来治理呢？不是靠技术专家来治理，是靠什么？谁来治理？是靠公安来治理，是靠公安局长有法司法系统工作经验的这些人来搞这种雷厉风行的这种公安作风来治理。这是我们在过去八年所看到的，在深圳，在杭州，在武汉，在北京所看到的治理模式，实际上是公安政法委带队的一种模式。这是过去八年我们所看到中国这种官僚体制，就是一个警察国家嘛，差不多嘛。对，就警察国家以警治来代替政治，实际上政治生活已经没有了，就是
政治生活指的是一方面是体制内的这种党内一点的民主，一点的这个讨论空间，党内的一点点的反对，一点点的异议，同时党外有公民社会，党外有一点点言论自由，有一点点互联网，这叫政治，一点点的政治。但是一点点政治被警制是完全的代替了，这才是过去八年所出现的一个最大的变化。那么习自己他都不相信像周永康这样子的警察第一警察，这个叫做他，我记得周永康当时他的警衔是最高的，公安部的这个不，公安部的那个警徽号他是第一号，他是第一号，他都不信任这种希姆莱斯的人物啊，他都不信任希姆莱斯的人物啊，他等于自己要扮演这样子的一个，所有权都抓在手上，他自己兼任30多个工作小组的组长，那所有权力、安全各个方面他都要过问、都要管，他自己在事必躬亲，在自己在主管所有的问题。现在没有利益集团，没有有的常委分管，这就是这个他说的恐龙现象。但是对他现在在总抓所有啊，总抓所有，但是决策、执行、监督全在一起啊，这就是个恐龙，对对，中间线拉的很长，环节太多。啊，表面上动静大，实际上不作为，现在是这个情况啊。你要作为的话，就靠警察去作为。现在政治成了这么一种状态。是的，所以就好像我们在一月份，我记得我们的节目，他一月份有讨论，一月六号，我们的节目，记不记得？我当时就在我们节目说，武汉有严重问题，会比 SARS 还严重啊。这是我们这节目我们要自豪的，我们是最早向世界发出警告的一个媒体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北京的反应是很慢的，习当时是在云南啊，他一月七号有批示，但是批示什么到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到了十几号才做出反应，就是延迟了一周。那么中国的事情其实就随着他个人的反应，随着他个人的状况，他重视这事情就推下去，他不重视这事情就完蛋。那基本上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他自己要监督自己，自己要管理自己，自己要就是这个闭环实际上是很难完成的，就是他在他自己身上完成了闭环，但是这种闭环是很难完成。我们以前谈论的节目，那基本上他处于一个信息岛当中，底下往上报的消息只报好消息不报坏消息，那坏消息一定是等他太大了瞒不住了变成危机了才往上报，所以他永远是收到一些危机的消息，他不会收到一些一般的消息。但是呢，很多像任志强啊，像所有这些事情他又事必躬亲的又要处理啊，当然经常也会委托王岐山同志来处理啊，这是王岐山也不是政治局，你委托人去处理他也不是他本人处理，总有一个越界把握分寸的问题，毕竟不是他娘胎里出来的人，是，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王岐山是必不可少的，他要在常委之外委托他能够信得过的岐山同志来处理所有的这些杂物。那岐山同志也得委托我们说这个半年前被抓的他的这个大类总管来处理，那大类总管不现在被干掉了，岐山同志也处理不了什么事，大类总管没了，对，所以这都是姓董的那位嘛，也是我们人大校友，对不对？七八级，哎，对，董红。那么对啊，这个文章还谈到啊，就是现在处理这个治理中的一个问题，由于变成了一个恐龙现象，恐龙现象之后面的问题呢，就是说啊，好像用处理疫情的方法可以解决我们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这个他说这样一种观念，实际上包含极大的执政风险，很容易放下几十年前的错误。但实际上就是委婉的批评，这不就是又搞毛泽东式的一种治理吗？跟毛泽东治理还不太一样啊。毛泽东治理，毛泽东其实还是不太管具体事务的啊，还是对毛泽东还是不太管具体事务，很多具体事务还是要周恩来来处理。但是，习现在身边并没有一个可信的、能干的、忠诚的周恩来，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啊。这跟毛体制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习现在要事必躬亲，要处理所有事务。那么他一天能处理多少呢？那就像秦始皇一样，一天要读200多斤的茧，那么他能处理的事务量也就是200多斤的茧，那这个信息是很有限的。那中国的事务，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全世界的事务都越来越复杂。从八年前我们就知道，北京、中南海以及这个复兴路，再往西，是常年是小1000号人。全国各地抽来的干部给他写各种报告啊，给他
他每周，因为我算过，他每周要发表2次重要讲话，那么那每个讲话都要准备好几个月的，那实际上就可以想象，实际上是底下小1000人，大几百号人，你其中分成几十个小组啊，宗教组、民族组，各种各样的组，在撰写报告，那他们都提前1年准备，为他来撰写各种各样的讲话，连轴的在撰，那这是他的一个这个工作小组底下的一个工作模式。那他在那这个时候到底是谁在指挥谁，谁在领导谁，这变得很有意思了。那变成蔡霞在他的这文章里面讲的蔡霞时代，还是说这些智囊被弄到玉泉山散步疗养，每天就改几个标点符号啊？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实际上就是地方抽调来这些中高层的这些写作班子在为他撰写各种各样的讲话，而且要这口气就像川普总统白宫办公室专门给他发推一样，要这口气要很像他，这是一个很一样的一个难度，这挑战其实是很大的啊，这挑战是很大的。揣摩上意啊，那揣摩好了你升官了，没揣摩好你就歇菜了。嗯，是是是，而且还要这个口气要很像啊，我们说这口气很口语化的，很口语化的啊，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过这些写作班子干出的活跟习近平的这个口语化的东西还是差得很远。很多人觉得习近平的口语化的东西好听一些，但是一到文字上的东西的话就没法听。嗯，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习是很事必躬亲，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那么，那么底下能够做的就把他这些，只言片语要放大，要体系化。这体系化是很困难的。比如说今年，全国高校开始推习近平思想这个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统编教材已经出来了，我看了一下这统编教材，也是社科院政治学所的以及相关的人都找来了来编写的，这个试图是第一次来体系化习近平思想，但在我看起来真的是很困难，很为难，难度很大。习近平活动生的干了才干几年就弄那个思想出来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底下这些人，我也读了过去8年所有的他的公开讲话，真是相当的折磨，但是我都反复的在读，反复的在读。这个他是有一种，我觉得有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他本来就是个常人，可是呢，这种政治运作的需求吧，要把它变成一个神人啊，这个问题就麻烦在这儿。我个人倒是觉得，像蔡霞一些负面评价，可能是有些印象是没有错，但是我个人是想说的是什么呢？他最后出来的讲话，他最后来的这种治理其实并没那么糟糕，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我们不要低估，这是主要，因为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实际某一个领域某一个行业，就是某一个政策的制定的这些精英其实都集中到北京替他来写报告写讲话，然后跟他个人思想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的党机器当中其实不要低估的，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在反应上是绝对是慢，而且是在体制外来运行，他的相当多这些运行，为什么我们说王沪宁会居于常委之列，他还在事实上在领导这么一个庞大的写作班子，现在是林尚立在我们说是当年也是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也是这个王沪宁政治系的这个出来的，是我的福州的老乡。那么他以前过去在我们政治学界名声就很大，也是属于从来不跟外国人开会交流的人啊，属于这种幕后英雄，姿态就是说这个姿态非常低的这么一个人物啊，保持一种神秘性的人物。那么他在负责撰写，我们说在指挥这些大几百号人小1000号人的各种报告讲话，那么最后实际出来往往他确实很多政策方面我们不能低估，但是在政策的出台酝酿出台执行
到他这个出来然后完成一个闭环的一个周期要比过去要，其实在我看起来比过去要长很多，而且任何的环节断裂之后就没有一个旁链，并没有一个旁的一个备份的一个链条能够弥补上来，就是这个系统现在是变得越来越简单了，而不是说像过去集体领导这系统还比较复杂，虽然利益分化了，虽然系统分化了，但系统分化是变意味着系统的复杂化，复杂化其实是保障一些利益的相对的均衡，保障在中国没有真正的选举民主情况下，很多声音比如说过去要往上递条子，一往九个常委包括总书记在内，你任何一个管道都可以递，那现在要递一个折子非常的困难，现在只要通过这个在北京递一个折子这个零商力的途径，那也很难，也是封闭性的，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都是不跟学界打交道，不跟政策面打交道的人物啊，都是自觉的采取一种回避态度，所以中国的信息岛其实现在是存在习的身边，存在王沪宁身边，存在整个中国政策各个方面都是现在出现一个中国，整个中国的这个高层政治实际上是出现岛屿化的状态，有点像南中国海的状态，各自为政，与邻为壑，一个岛一个岛，南院北院互不沟通，南院内部北院内部互相一个办公室，现在这种横向沟通非常的少，这跟九常委时代跟中国比如说九个以前互相办公室不沟通没有关系，互联网大家还在讨论迫使你必须来沟通，现在互联网也没声音，那么怎么办，没有了，那么所以现在实际上北京的政治，你刚才问我了解什么，北京政治陷入到各种孤岛当中了，一个个岛，北京政治已经不是一个城市了，已经岛屿化了，已经是孤岛化了，一个个岛一个个岛，好，感谢吴强博士啊，参与中国研究院的节目，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谢谢我们导播啊，这个完成了今天的技术制作。